之前，我哋有领唱校歌嘅环节，请大家肃立。请各位就座。在今次的星康，我们很荣幸由潘建邦老师、林婉婷老师和何佩贤老师为我们担任评判。那我们 就正式开始比赛了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到了12月了。是啊，我几个月前就已经期待星康，毕竟我们学校有这么多位唱将，又懂得玩乐器，真是多才多艺的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不多说了，我们现在立刻开始乐器的第一位参赛者，他就是6B 班的许开峰，他会用木吉他去弹奏《飘》这首歌，现在将台交给他了。Thank you.
聽完木吉他，你又估唔估到下一個樂器係咩咧？等我估下先。嗯，係咪爵士鼓啊？你再估下。小提琴？唉，都係算啦，我都係開鼓啦。答案就係鋼琴啦。係喎，我一時之間冇諗到添。唔緊要，咁你又知唔知係邊一首歌咧？呢個我就知，係 Rush E。我都知道呢個表演呢、這個，我都知道表演呢首歌嘅人係三 D 班嘅慈恩彤。咁我哋就快啲請佢出嚟啦！到而家啲低方都咁犀利嘅喎，系啊，你冇睇小我哋啲低方啊。虽然系劲，但系我都系觉得好似争少少嘢咁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我都知道你呢个动漫迷谂紧啲咩啊，争少少热血啊嘛。咁都俾你发现咗，梗系啦。而且热血嘅歌，梗要配翻热血嘅乐器啦。咁跟住落嚟就会有请四 D 班嘅黄轩南用电吉他为我哋演奏。
聽咗兩首歌，唔知道大家依家有啲咩心情呢？而家大家係咪好興奮啊？俾啲氣勢嚟聽下。咁我哋就等多陣啦。嗱，你同佢，但係我哋入唔到喎，唔係唔係，入唔到啊，咩入唔到？你直接講背景先啦，咁我哋聽下。咁我唔係，聽我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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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残酷な天使のように少年よ神話になれ
哇，等咗咁耐，的確好熱血喎、啊。但係我都係覺得爭少少嘢喎。今次又爭啲咩啊？爭人啊嘛，咁多首歌落嚟都係個人演奏，好單調噶嘛。唉，好啦好啦，都知你啦。咁跟住落嚟，我哋有請六 A 歐學良、六 B 戴永橋、曾子華、謝曉峰、四 A 陳德謙、四 C 劉卓軒組成嘅歐學良兩組為我哋演奏。
咁多位盛兵人，大家好啊！我系四 D 班嘅邓浩森，我系三 B 班嘅杨日希。话咁快乐器比赛就完咗啦，接住落嚟就系独唱嘅环节。系啦 ，Teresa， 你记唔记得你当年嘅时候都差唔多要上台咯？唔知道你当时的感受系点嘅咧？哇！嗰阵时咧，我喺后台咧，其实就紧张到成个身都僵晒啦，只脚又软晒，所以咧我都好明白咧，而家喺后台里面准备紧嘅同学嘅感受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事不宜迟啦，即刻开始表演啦！咁而家就有请第一位表演者，二 C 班嘅蔡依婷，为我哋唱出经典嘅歌曲《心淡》。大家俾啲掌声啊，好唔好啊？
哇哇哇，就咁聽歌已經 feel 到嗰種欲言又止嘅感覺啦。是啊是啊，相信大家有陣時都跟身邊的人有矛盾，甚至乎會跟他有爭執的時候都會感到很無助和有點無語，好像怎樣說呢對方都不會明白你的感受。我知道，有時候鬧得太僵的時候還會出現冷戰的狀態，令到雙方的關係越走越遠，就好像有一句話，不能擔保會好起來。咦，你這句歌詞那首歌就是滴滴金咯。我知道陣間嗰位參賽者咧都係唱滴滴金喎，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即刻有請 3D 班嘅鐘卓南為我哋唱出滴滴金啦。沿路与你离合八次，挨到这天实属奇事，人人说我们很快完，却跌撞至此，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法子，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，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，分手虽痛仍不可耻。磨陷了吧，一起笑过烟花，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，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，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，多灾的战绩完全无用吗？风风火火总会招架，不敢担保会好起来，难是继续难，但已经不再害怕。无力再爱还是要爱，和你以及浪漫荼毒，虔诚被世人找小事，也同着庆祝，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，灵逆了苍天狠狠继续，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，烟火熄了仍该心中，磨陷了吧，一起笑过烟花，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，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，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，多灾的战绩完全无用吗？风风火火总会招架，不敢担保会好起来，难是继续难，但已经不再害怕，不狠的爱不恋也罢，银河未再星光四洒，情浓雾吻会永续吗？强光中蒸发谁害怕，人磨陷了吧，一起笑过烟花，滴滴都是爱，刺杀下了金沙，连做我们这璀璨传奇，不枉这些年陪着你，也不顾做战吧，烟花碎化灰如情，还是很自然吗？情浓须与这两分差，相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，在那边等我别怕。
首歌真的很令人毛不动容的，尤其是最后一句配搭上文笔再加上音乐，真的享受啊。是啊，不过你知不知道迪迪金这首歌和下首歌有什么相似之处啊？我就知道呢，相似之处就是这两首都是情歌，难道还有什么相似之处呢？如果说迪迪金里面讲述的是知道即使会受伤仍然奋不顾身的爱情，那下一首歌呢就是借不得不分开的爱情，叫我们为了钟爱的对方而面对每一天，尤其是明天。哇，咁下一首歌真係一封寫俾聽日嘅情書喎。冇錯啦，咁就有請下一位人稱大哥嘅三 B 班鄭睿為我哋帶嚟寫給明天嘅情書啦。能不能让心动不心痛，和你走过雨后的天空，都有彩虹。我将昨天写一遍，让泪变成句点，那些笑颜瞬间早蔓延成永远，将昨天写一遍，所有心愿穿越时间，情书里的诗篇写给你微笑，期待明天。
靚歌加上好歌喉，哇！真係令我忍唔住稱讚啊！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唔好唔記得今日我哋嚟做咩啊？咁下一首歌咧就係、是、Let Me Down Slowly 啊，我就唔係好明呢個意思係咩啦，叫我慢啲行落去，小心跌親。哎呀，唔係啊，你又真係小心跌親啊！邊有可能啊 ？Let me down slowly 嘅意思咧，其實就係叫你慢慢咁去接受。哦，咁你俾我慢慢接受下手，慢慢接受先。哇，你呢個笑話配埋呢個冬天都幾凍下喎。哎，算啦，你都係俾翻我講啦。咁接下嚟咧，就有請 Free Dog Band 嘅黃海晴為我哋唱出 Let me down slowly 啦。黃海耀同學，唔好意思啊。就嚟到我哋合唱嘅環節啦！介紹翻愛三咪班嘅詞題，我就唔使介紹啦。不過我就要介紹下接落嚟呢首歌啦。呢首歌就唔係我跟開喎，我唔係好知呢首歌講咩喎。嗱，估到你啦，等我嚟幫大家介紹下先。接著嚟呢首歌咧就叫做《我落淚情緒零碎》，有一對好好感情嘅兄弟一齊演出。正所謂能成為密友，大概總帶著愛。等先，你 channel 錯曬。嗱，算啦，你都係行開啲。聽完你講，我毛骨凍啊。嗱，其實咧，因為我都冇做功課。咁好啦，就等我哋兩個都冇做功課嘅情況下，咁不如就邀請兩位同學出嚟唱出當中歌詞嘅意思俾大家聽啦。
吃的爹，一三之后的满月，原来跟心碎都可以很细节。第一份老婆几条街，秋天射了满地的落叶，于是我一整夜感性的句子都枯萎凋谢。我不想再写谁说剩下这一夜，原来是个离别，可以没有结尾，找寻后悔等等这些，于是我把时间跌，用几处感觉加一束白玫瑰，你将爱退回，我不落泪，冷住感觉，分手再气愤这个季节，哭笑了回泪，也只是别人的依偎，冷的咖啡我清醒着一再续杯，我落泪情绪零碎，你的世界一幕幕崩溃，门外的蔷薇带着伤人的痕迹，借过去被翻阅，结局满天的风雪。想这些，随手撕下这一页，原来是个离别，可以没有结尾，交替后悔等等这些，于是我把时间跌，有几处感觉加一束白玫瑰，你将爱退回，我不落泪，冷住感觉，分手再气愤这个季节，哭久了会累，也只是别人的依偎，冷的咖啡我清醒着一再续杯，我落泪情绪里碎，你的世界一幕幕纷飞，门外的蔷薇带着伤人的痕迹，过去被翻阅，结局满天的风雪。听完之后我都想落泪，不要这样啦，你还有我的嘛，那我宁愿继续自己一个，即是仿如置身在这个孤独之塔一样。哇，你中文这么好的，这个比喻用得很好，谁教你中文的？个个老师都教得这么好，因为我中文都是这么好的。不过接着下来这一组的表演就真的关孤独事了，就是我所说的孤独之塔了。那事不宜迟，现在就有请 3D 钟卓林和 3C 何嘉欣出来啦。Thank you.
脱走一片，一个孤身多么冒险，然而仍为你去挑战，荒野之间终于遇险，奇形怪相要么盖过目前，双眼没法可看见，到过去没有路退，脚踏我梦满地而泪去，我独个害怕一刹就快粉碎，你与我分天隔地，同情无望天灯数算运气，无法可靠近你，世界已昏天暗地，就算听到塔尖上面有你，没法自理，睡房如何承受这种苦况，想去救你偏偏落荒，如何能为你再抵抗，分隔两处无从探看，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，只怕受挫而命丧，你与我风天叫地，仍静望望天灯数算运气，会想靠近你，世界变冰天雪地，尚有你我踏尖爱爱点记，梦里是你。我都仲有好孤独啊！哇，都话你仲有我咯，你点会孤独呢？哇，你唔好咁啦。嗱，我咧，我老公 Jeremy 佢会呷醋噶，但系我最近同佢冇乜点见面，感情淡咗，但我仲好爱佢啊！感情淡咗又好爱佢，你咁矛盾噶？系歌都有得你唱啦，矛盾只因心爱着，你知吗？情情爱爱嘅嘢。唉，真係唔啱我㗎啦，因為我未感受過。嗱，不過你唱到咁樣就唔好攞出嚟丟架啦，都係請二 B 班嘅何希能同埋二 B 班嘅黃樂希為大家演繹真正嘅矛盾一生啦。
得到一刻开心，过后不开心，怎么都不开心，谁责任？拖拉得最后还是不发奋，永远看不见未来，被爱怨感。矛盾只因心里着，你知吗？谁期望这刻拥抱完，然后吵架？你为我放一场烟花，跌下来疮疤，痛定思痛，未来伤疤。回头看最初多快乐，记得吗？竟然没决心成。我心入面嘅说话，唉，你唔好再沉醉喺首歌入边啦，翻嚟啦。哎，话时话，你有冇即影即有啊？即影即有，有啊，星康同埋 Sports Day 都唔少啊。咁我系咪其中一个啊？你啊，我记得好似系嘅。原来我喺你心目中都系即影即有啊！哎呀，真系好开心啊！做乜嘢啊？你喺个台度可唔可以收敛翻少少啊？啊，系嘅系嘅，我都知道我哋两个而家嘅关系唔可以咁张扬嘅。吓，我话我同你影过即影即有啫喎。吓，你唔系讲我朋友个有咩？我讲即影即有相机个有喎。唉，等我仲以为我哋嘅关系又进咗一步添。
你真係九唔搭八，算數，我唔想同你講嘢。一睇就知道我哋兩個既唔係朋友，亦都唔係正職友啦。咁而家咧就邀請三位同學，分別係二 A 葉永君、二 B 歐曉晴同埋二 D 周善彤上嚟演繹真正嘅職應職友啦。聽完咁多歌，仲有一個環節係大家最期待，同時亦都係最刺激嘅喎。最期待又最刺激，咁一定就係頒獎環節啦。咁而家有請何佩燕老師為我哋頒獎。為我哋頒發樂器獎先。
想咩啊？呢度定嗰度啊？